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好的，来玩这款《境界之石》。好，前几天在八号的新闻有看到这个游戏打广告，没有玩过，它是台服的手游，然后已经活了六七年了吧，好厉害啊！那来试试看啊。哇，它竟然是写说儿童节特气《幻梦仙踪》。推出限定角色《幻梦仙踪》，等下下载一下吧。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我会把游戏的下载链接还有他们脸书放影片下方资讯栏位。台服手游可以活7年，来玩玩看吧。那 Play 商店上面的下载次数是，我看一下，10万加吧。然后评分是3.7颗星。有点少啦，才10万加而已。如果他活了这么久的话，我都没玩过啦，因为那么久以前的手游我没有玩过啦。好，这边我们先暂停一下，等一下下载一下。好，这边写《境界之师三》哦，确定吧？这边好多漫画的那种。对话框啊什么的，读取中，请稍后。守护正义，境界塔塔顶。好，画质的话，大家就看看吧，因为这毕竟是7年前的手游。当然，例会的话也没有 Life 二 D 啊，以前技术还没到位嘛。我又这个有点暴露，克莱尔，一个妖精吧？战棋游戏吗？应该不像啊。哎，真的嘞，战棋游戏有。胜利条件、战败条件，我都还没按确定，他就给我。哇，好大哦！这个人物怎么那么大啊？超乎我的想象啊！我们先待机吧。结果是战棋游戏耶！战棋游戏我频道上玩最多的就是《天地劫》啊，只是我最近都没有玩了。为什么没有玩？因为看的人少啊。又没有热情，我刚是应该打他啊，搞不好我可以打他哦，我们小声一点。使用魔法会打到自己人，真的假的？岩爆术。治疗。确定，这个格子没有很多，因为它就是一个小小的战棋游戏吧。我们刚刚应该就可以按吧？哎呦，不行！神风之剑，刚其实可以攻击嘛，对不对？我本来以为我打不到。我们现在应该是一个战士，一个弓箭手，一个奶妈。哦，基本的三个人，我也是可以攻击2次啊。哎呀，想不到是战棋游戏耶！战棋游戏其实比较不吃香说，以现在来说啦，因为战棋游戏比较花时间。他怎么血又满啦？不会，他把我们灭掉是不是？哎呀，再小声一点。就是背景音乐比较大声，音效比较小声，甚至连那个语音都很小声。走过来，我冒什么大招啊？一闪，就这样。然后我这边还有没有更强的啊？我应该要继续治疗，对不对？
我们没有那个集体恢复哦。这个减五是怎样？不知道啊，不能用。克莱尔，我有一个造成击退，然后我们再移动，然后再崩压旋踢。哦，马上踢到墙壁去，打不动啊！血根本没扣啊！我们有希娜、克莱尔、玫红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输了吧？湮灭光线，对啊，哎，还没输哦，哎，这个教学也没有告诉我们要干嘛，就一直打，也没有说什么胜利条件。有点尴尬啊，有点尴尬啊。哦，2到4个是不是？那我们就这样移动。残器飓风剑，3000多滴。残器飓风剑。我觉得我要补自己血，我怎么可以一直用啊？我可以无限用哦，真的假的？我可以取消吗？我可以换别的角色吗？我先治疗自己吧。补好少哦。这个好像没有消耗我们东西耶。他会不会被我踢下去啊？会，他会被我踢下去。让我打得到他吗？爆炎术会不会打到自己人？会打到自己人呢。这边5%是什么意思啊？10%5%，啊，stage clear 哦，要等我们死掉才算结束哦。好吧，我觉得这个教学以我玩那么多手游来看，就是有点拖泥带水啦。毕竟是战棋游戏嘛，那你要我们真正打一场。好，这边没有最新公告吗？点的没反应，序章。我刚，哦，这个就是序章，是不是？还要再打一次吗？跳过，返回，重来了。我只是按了序章，他又给我重来。天哪，我可不可以退出啊？啊！天呐，无法退出，没法退出是怎样啊？又要重玩一次哦，哇，太痛苦了啦，太痛苦了，太痛苦了。他很多东西都没有设想到，有没有？我是新手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乱按就准备还要再玩一次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那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我只能再打一次。那我这边先跳过吧，我暂停啊，我暂停。好，打完了，我全部都待机，待机4回合，然后4回合，然后就跳过。你看，我这边按序章就重新给我开始，真的是太过分了。账号继承，那我们 star 吧。连线中，同意一下，创建新角色，随便吧，男生女生。不能返回哦，尴尬啊。好累哦，你都没有返回上页吗？比如说我想要创女角怎么办？我只是先看一下男生喜不喜欢，女生喜不喜欢。好吧，不要要求太多，随便啦，就这样吧。已经找到2个不合理的地方嘛，也不能说不合理，应该说是他没有设想到。比如说那个序章，我不小心又点了，要再玩一次。
那我可不可以跳出来？没有跳出来功能。那选择性别也没有让我返回上页功能。我选了就只能选了。天哪！这个游戏的那个设计者开发软体的那个要再加强一下。他们没有想到吗？没有找人家的测试吗？测试员来测试一下，应该可以发现这些问题吧。然后再来就是那个背景音乐很大声，然后音效很小声。好，登录。我不知道领了没啦，他不让我领。例会是还可以，只是画质说没有到很好，因为是7年前的手游，然后这个 3D 的也哦一般般吧。我们现在找设定吧。音效可以大声一点，背景音乐小声一点，然后把游戏开大声一点，这样应该可以调整的啊。有没有这样比较大声？如果有语音的话，会比较大声。整个界面给我感觉很日系耶。说实在，这个界面有点日系手游的味道。我的感觉是这样啊，这个应该是体力嘛。然后哈姆系统我们刚看了，就是这些东西没有公告，奇怪，怎么没公告啊？我在下面。天哪，这边一片黑，我怎么知道要往下拉？然后这个标题没有日期，他点了之后才看到，游戏还活着啦，哦，有活动，哇，已经过了，今天是3月26号，我看一下那个新闻是什么时候写的啊？前几天看到啊，3月24号写的啊，到时候可能是未来的活动吧，活动内容更新。他没有一个日期，好吧，不要再闲了，不要再闲了，抱歉抱歉，我原谅你了，7年前的手游。然后现在把那个音效调大声，背景音乐调小声，他那个音乐大小声也没有到很 OK，这要加我们加好友是不是？还有人在玩吗？这个游戏？理论上应该有吧，这边的是冒险者大厅的一些看板是不是？然后是3月25号，今天是26号的半夜，这是晚上的时间，9点多还有人，还是有人啊，还是有人，好友加加加，这边是加好友，冒险者大厅应该就是聊天室啊。怎么突然搜寻了一下？这是我使用者 ID 邀请码，不用加我，不用加我，我是试玩而已。我都是试玩啦，用那个游客试玩而已。刚点这个社群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吧，反正玩法是那种小棋盘式的战棋。然后这个是我刚刚说的那个仙踪吧。幻梦仙踪，这是新角色，新出的角色。他叫什么？沙利叶魔导士。沙利叶不是那个吗？有些角色会叫沙利叶。之前看一部小说，什么什么魔王，叫什么魔王？忘记了。骷髅，漆黑的魔王哦，忘记了。就是一个讲述一个日本人。被异世界召唤，然后被实验，很可怜，被做一些很可怕的实验。日本人都会被异世界召唤吗？应该大家都知道嘛，只有日本人会被异世界召唤。听小说里面都是日本人被异世界召唤，不是当勇者啊，就是干嘛干嘛的。然后他是被召唤到那个异世界被实验，很可怜，变成人体实验，然后都失忆了，被一直被折磨。然后就变成魔王的道路，然后里面有一个角色叫沙利，也是他同学吧，
被改造成天使，什么漆黑的魔王，我突然想不起来，我来找一下。好，找到了《黑之魔王》，蛮好看的一部小说，你们可以去找来看。如果你对日本轻小说有兴趣的话，《黑之魔王》也不错看，里面还写的还蛮残忍的。好，然后转蛋，转蛋刚看到这边嘛，这个对我来说就有点难啊，不是很难，就是都没转过嘛。那个卡斯怎么样？不知道。商店、背包、军团，军团应该是工会吧？军令，不知道。魔灵战，冒险者工会，莉莉丝外传。然后一之一任务开始，赞助中。这是花钱买这个是不是？冒险者工会赞助中。那这边有台币啊 ，NTD 是台币啊。工会委托礼物箱有没有？他学那个，感觉有点学日本。整个画风也是有点日系。这边有那个儿童节，什么年代了还有儿童节？好厉害，儿童节！小时候儿童节是4月4号儿童节啊，然后后来就跟那个清明节一起过4月5号，然后后来又变成那个妇幼节，对不对？妇幼节，台湾后来变成妇幼节，反正就变成清明节啊。清明节我上礼拜已经扫完墓了，这礼拜跟下礼拜应该蛮多人会去扫墓，会塞车啊。搞不好你们看我影片的时候已经扫完墓了，正在塞车，也说不定，也说不定。我们再玩一下吧，好吧，我们再玩一下。刚刚那个体验，我觉得那个体验真的不太 OK 耶。你看他学日本，可以那个找好友来援助。哎呀，天哪！花 AP 60，然后初级。我们现在有那个领主是我嘛，然后战士、弓箭手、女仆啊，怎么跟刚刚一样啊？我是说职业啦，职业啦，角色不一样。刚刚那个也只是主角吧，应该是比较强的角色吧。哎，想不到这是那种。小的战棋游戏真的好大哦，真的好大，可不可以开自动啊？超想开自动，没有属性克制，蓝红绿土吗？光暗，然后这感觉是职业克制，就是有属性跟职业克制，有这个枪兵啊、双刀啊、法师是不是一个火，然后骑马的，然后弓箭，然后这补血的。然后五个回合，20%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反正第一关嘛，我们就直接来吧。指挥是要干嘛？长按一下，不知道。先攻击吧。苦来，苦来。正義のために。点击的话就是普攻。弓箭手射程比较远，你看奶妈待机，这种就是那种最小棋盘的那一种，1、2、3、4，4层级，5层级啊，来看一下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4×6，不一定啊，因为这个格子可能越来越大。这个我们应该是射不到他吧？用贯穿。取消。我不知道指挥是干嘛的。西式军师就我嘛，对不对？我是军师哦。我没办法回去耶。点别人他就会回去，是不是？
重击。我现在两倍、三倍、一倍。好，攻击。有没有自动啊？想开自动啊，糟糕。玩手游就想开自动。他还讲日文配音耶。指挥，指挥要干嘛？再次行动吗？我刚是这样猜的，真的呢。指挥可以让我们队友再次行动，那也就可以让奶妈奶两次吗？不知道。好，玩法大概是这样哦。如果你想试试看的话，就来吧。台湾的手游啦，台湾的手游，想不到啊。那我就先试玩体验到这边。好的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